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一辉，欢迎收看时间做手。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可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当我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会像过去一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就同过去你跟着市场当的分析师去做，常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因为股票总是包上包下等上涨，不敢百分百直接进出，加上持股过于分散，凹单不停损，会多不会空的结果，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同样的，过去用的软体为什么没办法帮自己赚钱？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系统，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实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甚至呢选股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最重要的，买卖点常常会慢半拍，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精确买卖点。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用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价，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打折，还就要赠送资料，不是吗？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你已经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因为这个系统呢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获利警却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致，各位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率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多空能双向，获利自然就会加倍。就同你说眼见为凭的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金流观念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档，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7月13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的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181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810万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在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实战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的报酬？因此呢，就等我在节目当中会常提醒各位的，我做过去的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痛的时候，此时此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牛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18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今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28号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满要剩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8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把千人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满要剩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脚上面的边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5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0.3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30号的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20.3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单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让大赚变小赚遗憾又再次发生。但是当你拥有现金流观念，遗憾不但不会发生，反而可以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30号这一天，这一档股票100万赚了20.3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30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放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很简单，一样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30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点续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30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千人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点续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4.4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8月3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4.4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档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还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又会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8月3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14.4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8月3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还是一样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8月3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的简单明确易懂。就同你所看到的，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台龙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8月3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千人票赚的钱放口袋，
再把资金转买台龙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较上面的边台，短短的三到四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32.9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不是例外，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8月6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 32.9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会浪费了两天的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8月6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 32.9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8月6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很简单，一样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6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经济这档票，接着赚它最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8月6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天龙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经济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较上面的边台，短短的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牛而已哦。事实上从7月27号到今天9个交易的时间，你100万透过新金牛观念已经帮自己创造出87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也已经帮自己创出87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是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吗？还在过去不能使用软体帮助自己操股票吗？很多投资在市场当中都会非常想要知道如何用最短时间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而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所有操作资金一定要100%资金集中操作单量票，绝对不像老牌投资观念一样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再来，每档股票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的一段，也不像我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死抱抱等它上涨。最重要的，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的买卖点，更不像过去一样进出时机总会慢了半拍。而时间做的交易很简单，做操作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单量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才办法帮助各位用最短时间把资金做翻倍。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一档股票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没有办法领先市场，很清楚肯定的知道 32.1 是这阶段以来最好的卖点，难道每次都要等到股票跌下去之后或整理段之后浪费很多时间之后再考虑不要卖吗？是不是又来不及又慢了半拍了？这时候你问我，我如何领先市场到 32.1 就这个阶段以来最好的卖点？很简单，要领先市场一起来看会是比较快的。这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到了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当天除了给各位明确进场点停损点之外，停一点当然会一并直接告诉各位看哪里，一定就是看当天正摆动均值的这个数字，也就是告诉各位 32.13 4舍5就是 32.1 一定要全数卖出一张不留，
在进场当下直接告诉各位32块1要卖，在连续几天大涨之后最高来到 32.3， 所以我们设 32.1 一定可以卖掉，可以把这一段最好赚的放口袋。正不论一张股票会有大赚面小赚遗憾，是在里面浪费任何宝贵时间。很多投资股票常常卖股票会慢了半拍，所以做起来当然会非常辛苦。相同的，很多投资股票一直没有办法把财富累积起来，另外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像你一样把所有资金集中操作在单档票单个点位上面操作。好想想，过去你买股票常常会买在前面等它上涨，一等不知道等多久，甚至会被套牢，所以你绝对不会敢买多，因为都是等到大涨一段之后再去做追加，而追加的结果也是一样，常常会套牢，所以你还是不会敢买多，所以买不多赚的遗憾持续会不断的发生。但是跟着时间做的交通要做到简单而且肯定，一个阶段绝对不会模棱两可，永远唯一只有最好赚的买点。就同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那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我所有客户在这档股票这一天就是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做股票绝对不能模棱两可，不是把资金分散在很多股票上面去猜股票，更不是每个点位都是买个一层两层去试试看，然后呢到后面跌下去或涨上去再来加码，这都是不肯定不明确。但是呢跟着时间做交易很简单，一个阶段永远唯一这个最好赚的买点，这是其他系统包括其他投顾老师做不到的事情。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才会跟各位分享的，我从来在节目当中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那股票，因为涨是赚钱办法，所以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包括这档票在这一天我一样看到的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这么肯定的情况之下不用考虑，就是百分百资金全部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跟着时间做交易除了卖点会领先市场之外，买点一样会领先市场一到两天，绝对不是等到长红带量涨停之后或连续大涨之后再帮别人抬轿，而是要买在涨停的前一天前两天。而这就是时间做交易独特的技术。同样的一档股票，各位可以好好去想想，你是不是过去常常会买在这一天，甚至买在这一天，那为什么可以买在涨停的前一天前两天？为什么可以买在 K 线不好看的位置？而这就是时间做交易独特的技术，这是为什么我敢百分百资金买进一档股票的原因。同样的，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的口碑才是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你想跟着新金牛观念创出比标更标获利，事实上并不难，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你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测标和行销手法误导，使用品质不良的系统或抠序吗？实力才是关键，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亲自服务，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这次您可以选择有实力的分析师，有实力的系统，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02-2389-8029，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热线02-2389-8029，02-2389-8029。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当我们拥有时间做手去做棋子的同时，就只有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离场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这个地方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子07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
一口大可以挣3480.08呢，13天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大可以挣1980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三笔对三笔，一口当冲呢，也可以挣186点。但是，很多投朋友过去也跟过很多老师，甚至都软体来把操指数，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实战的工具，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买卖点讯号会消失问题，最重要的是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让会计财。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用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价，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做得很好，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打折，不是吗？而当拥有时间做手，同时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百分百，没有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我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可以自己猜。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三笔对三笔，一口当冲呢也可以挣186点。相同的，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每一笔的价讯号。今天第一笔价讯号在8点55分的时候，是一个延续盘同步做空讯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电脑，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下，这今天第一根 K 线也在灰色线下。那昨天空，今天也是空，这空方延续盘没有问题。但是我说过，8点55分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颜色都是绿色的，所以收盘收定设收盘价17311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高来到哪里？来到17338，所以定价百分百全部都可以出来成交。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规划的支撑区，一口单挣61点，先把它发口单，再等今天第二个机会，趋势盘不同步做多的讯号，一样直接来看电脑，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下变到线上是一个转折，而线上是绿色不同步怎么办？当然就是跟着楼上颜色走，红色就是做多，所以收盘收定设收盘价17350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哪里？来到17338，所以定价百分百全部都可以穿成交。相同的，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周半个规划压力区，一口单挣94点，再把它发口袋，再等今天另外一个机会，趋势盘不同步做空讯号，还是一样直接来看电脑，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上变到灰色线下，线上变线下转折，而线下是红色的不同步，还是一样跟着楼上颜色走，楼上是绿色就是做空，所以设一样是设收盘价17392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高来到17401，所以定价百分百全部穿价成交。相同的，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半个规划的支撑区，一口单挣31点，照样再把它发一口单。就同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他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